一年呢是辛苦的、幸福的，但是呢也是收获满满。我们感恩大家。那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有亮丽的成绩来表现。感恩上人，感恩我们的法人，感恩我们全球的慈济师兄姐的加油打气。好，这一份来自于金色师父以及医疗置业还有全球慈济志工的祝福礼，让人人都感觉好窝心。希望所有的医护同仁在工作之余也要懂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也期许在守护健康、守护生命的路上，大家能够继续用爱共知、共事以及共行。